在天黑之前，咱们得赶紧找个住的地方。前面就是黑狐岭镇了，我表舅家就住在镇里，要不咱们去他家住吧？啊，你这有亲戚怎么不早说呀？走走走，咱现在就去舅舅家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是亲三分像，怎么着也比住大车店强。哎，走，你。 冒出来的毒草子，想逼俺娘子！ 大哥，是黑狐岭的女胡子一丈红。就凭你也敢跟我要钱元厂宝贝？放屁！皇帝还轮流坐呢，东西啊今天要定了。妈的，你自己找死，就别怪老子不客气。 给我打！ 爹不能和你一起走了，爹得把他们引开，你可千万别回来啊！在前面，来，快给我追！ 追究进镇子了，先放他一马，等他家再抓他。红姐，红姐，不能再追了，再往前追咱可进镇子了，镇子里是姓姚的地盘，咱要是进去了可就出不来了。还跟个贼似的跟了过来人这么长时间，东西到了成了他姓姚的了，不行。 咽不下这口气。哎呦，红姐，人家摇钱园有警察队坐镇，那使的是清一色的快枪。你再看看咱兄弟们，这使的都啥呀？土枪都没配齐，咱拿什么和人家拼呀？出手的鸭子到嘴边飞走了，真晦气！回山。
这么漂亮的女胡子，我还头也没见。咦，驾驾，这大锁，你说啥来着？我没说啥。大那丫头，搭理他们干啥呀？咋回事嘛？ 各位好汉，饶命！俺就是一个穷头子匠，哪有啥宝贝啊？老东西，少他妈当那虎眼！黑狐岭地面上谁不知道你郭老爷知道果子楼的地址？你是想今天取出宝贝，和你儿子撂杆子是不是？啊！你们到底是谁？别管我是谁。 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你要是不交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畜生，真的是你！明说吧，我今天必须拿到宝贝，赶紧给我，我不为难你。畜狗不如的畜生！ 老何，你骗了！哎，快看，那边快到了。嗯，还真是。 来了，什么信件？大老来的，两男一女，不知道大哪来的。马三儿，走后院去。表舅，表舅。 表舅，您在家吗？ 表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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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认识我吗？我是秦小鱼，明人镇的秦小鱼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是谁对你下的毒手？小云，东西在。 表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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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舅。 那是什么人杀了我表舅？郭大爷平时有什么仇人吗？我也是小时候来过他家几次，至于说什么仇人，倒是没听说过。郭大爷临死前说东西在一棵树下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哎，还能有啥呀？当然是钱呐。嗯，小时候印象当中，表舅家并没有什么钱，而且你们也看到了，他家是做豆腐的。
能有什么钱呢？一个豆腐浆，能解决温饱都不错了。除非啊，他祖上是做大官的，留下了宝贝了。哎，怎么说？我想起来了，虽说我表舅家祖上没有人当过大官，可他在前进果子楼当过差。果子楼？对。那不是皇帝设在东北的进贡衙门吗？对，前清那会儿，朝廷在黑吉两省都设有果子楼。 专门负责给皇帝进贡。他当差的果子楼就在黑狐岭附近。不过我听说这个果子楼被强盗放火给烧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江湖传言，这个果子楼里除了贡品以外，还有一个宝贝，叫金狗汗珠。金狗汗珠？对，据说是伊兰陀窑的金矿发现的一块天然狗头金，其就奇在金狗的嘴里。 还是一颗夜明珠，所以叫金狗汗珠。金狗汗珠是护驾之宝。大清进贡衙门果子楼。看样子郭大爷把东西取了出来，这才引来了杀身之祸。哎，少爷。 下去吧。是。哟，好一个孝顺的官儿子，不喝王八汤改蒸羊了。可惜家伙事儿不好使，就是吃上龙肉，他也是个骡子。 哪比咱们大少爷生龙活虎的？娘们，你给我闭嘴！这里是姚家大院，你还以为是翠云楼呢？那我问你，你还想不想和我好了？你这老不死的干爹把我买了可有几日了？等过几日成了亲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别着急，等我找到了宝贝，就去跟干爹提，他一定会答应我的。 哎，你可抓紧，晚了我可就是你小娘了。哼！干爹。 这是儿子特意让厨子给您老做的，十全大补，您倒是吃一口吧。难得呀，你这片孝心，干爹呀，这心里有事吃不下呀。你说，这果子楼当年一把大火就烧成了灰。 时隔这么久了，那郭老爷儿愣能找到那地窖的位置。干爹，这地窖我进去了，别的贡品都还在，唯独金狗汗珠不见了。别的宝贝都在其次，就是这金狗汗珠，那才叫奇珍异宝。干爹，您放心。 我一定把宝贝给您找出来。嗯，10月20是省城督军吴大帅的大寿，到时候咱就带着这金狗汗珠给吴大帅去拜寿。这吴大帅呀，就爱倒腾这奇珍异宝，他要是看着这金狗汗珠，肯定是高兴的不得了。我就借此机会跟他要个一官半职的，到那时候。 咱老姚家那可就风光大去了，我还得到县城去办点事儿。我看呐，这事儿就由你全权办，我不管这郭老爷是死是活，反正你得把宝贝给我勾出来。几位叔叔大爷，眼瞅着快入冬了，俺本来想得了宝贝。 换点钱，再买点粮食，好好过个冬天。这没成想，让那姓姚的横插了一杠子。红姐，
咋样？来，派人问过了。那姓姚的昨天晚上没问出来藏宝地，一气之下，把郭老爷给杀了。杀了？这兔子玩意，真下得去手。哎，那不对呀。那郭老爷到死也没说宝贝藏哪儿，这不等于把秘密带阎王爷那去了吗？巧了。 这郭老爷临死之前，家里正好来了三个外地人走亲戚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三个人知道宝贝藏哪儿？我估摸是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。这就下山。大侄女，你去找姚千源去寻宝，你可得掂量掂量。有啥好掂量的？俺是山寨大当家的，你们眼瞅着你们哥俩一块饿死在这山里，行了吗？哎，快下山。好。 你说他们是郭老爷的啥亲戚？好像那女的是郭老爷外甥女儿，叫什么？秦小云。秦小云，我倒是记得郭家有门亲戚姓秦，是密林镇的。可是老秦家眼眶子高，自打前清倒台，郭家落魄之后，他们就再没什么来往了。哎，大哥。 你是郭老爷一手养大的，那他家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啊！马三儿，你他妈要再提这茬，我一枪崩了你！大哥，我说秃了嘴了，你看我这嘴。您如今是姚家大少爷。哎，大哥，你甭管别的，我把他们仨抓回来严刑拷问就是。这倒是简单，可就怕这么引来。 他们也像郭老爷一样，最后来个死也不说，咱们就永远不知道宝贝藏在哪儿了。那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郭老爷有个儿子叫郭刘根，论起来是秦小云的表哥。昨晚出事，他肯定吓得躲起来了。你说这时候如果表哥出现，这个秦小云会不会把郭老爷的临终遗言告诉他？ 哎，那不姚千源吗？他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外去探探。哎，等等，这又是谁啊？可能是姚家的暗探。爹，爹。 爹，你咋了，爹？爹，你这是被谁害了吧你？啊，爹，你说句话呀！这咋回事啊，爹？你是郭有根表哥？你是？ 表妹，对，我是秦小云。表妹，我爹咋了？表妹，你告诉我，我爹怎？妈的！昨天郭老爷被强盗杀害，除了郭六根，都他妈给老子马上带回去审问！哎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你们警察怎么随便抓人？<笑>你小子挺横啊，咋的？想拒捕？ 啊！哎，误会误会，我们是古代爷的亲戚，不是凶手。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这做贼的，有说自己是贼的吗？有话，跟我到警署说去。带走。等等，我能证明他们不是坏人。你是谁呀？长官，这是我表妹，凶手绝对不可能是他。那好。 女的，留下。男的，带走。老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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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爹
让郭老爷儿子套话呢。快走！快走！哎呀，哎，你们真抓住人！哎，快快上线呢就！哎，哎哎哎！过来！哎，走！你今天推我自己走。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洪家，不是敢说你。你说你这一见这俊小伙，眼睛就直着习惯，什么时候能咋跟洪家说话呢？没大没小。本来就是。哎，韩国姐，你说那天去过老爷儿家的，就他们几个。嗯。也就是说，除了那女的，他俩知道宝贝藏哪儿。对，那还等啥干急了？哎，走，快点！什么可疑人员，立马向警队报告，听见没有？明白，长官，明白。他们跑不远，给我追！哥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刚才听长官说，你的朋友好像被黑狐岭胡子一丈红劫走了。土匪？土匪为什么要抓东子哥？不知道啊。啊，他们肯定是为了那个宝贝。那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妹子你放心，有警察在呢，他们肯定不会让胡子得逞的。多谢姑娘相救。你这是？这不是救你，是保票。蠢呀，有两下子！我从来不和女人动手。那你给我看看，你斤几两？胸脯怎么说？营营有吗？那赶紧的吧，红姐让人打下山了。好，走。哎呦，你个大男人，咋婆婆妈妈的，快点！得罪了。
见过姑娘啊？红姐，到我家了！红姐，红姐，红姐，不是，红姐，到我家了！红姐，不是，喊什么喊？站着！来，红姐，抓住啊！抓住了啊！好了，哎，哎，哎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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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哎，等等，姐，伤哪儿了啊？二，啊，没事，没事，等等，没事。哎呀，你怎么样？啊，没事。你吓死我了！没事吗？没事。走。你丈夫，刚才多谢相救。眼下我们还有别的事情，先告辞了。那可不行，喊个大姑娘，让你大老爷们儿该看都看了，那跟睡了有什么区别啊？哎，你干啥了你啊？哎，你干啥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来啊，把你的压寨夫君给俺带回去。等等，一丈红，就算刚才多有得罪，可我没答应做你什么压寨夫君。那可由不得你。你。还愣着干啥呀？带走！哎，放手！哎，你们干啥呀？你们！妈的，哪来的叫花子？滚一边去！哥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啊，妹子，哥是怕你刚来到这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再出啥危险啥的。妹子，你想啥呢？没有，在想东子有没有回来。你放心，警察人多，那帮胡子肯定跑不了。那啥，哥有点重要的事儿跟你说，你跟哥进屋一趟呗。为了抢宝贝杀了我爹，这回又劫走了你的朋友，为的就是想知道我爹把取出的宝贝藏哪儿了。危急之际，只有咱们两个先一步把宝贝取出来，晚了就被胡子拿走了。取出宝贝？对呀，我爹临死前不是告诉你藏哪儿了吗？你要是不想去，你告诉我，我去取也行。你快说呀，宝贝藏哪儿了？表哥，咱俩有十几年没见了吧？对呀，咋了？你到底是谁？怎么，谁跟你说了什么吗？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。你和那些警察是一伙的吧？既然你看出来了，我也就不跟你费这个劲了。明说吧，宝贝藏哪儿了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知道果子楼宝贝的下落。快说，要不然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可你这算什么？杀人越货，强取豪夺。要杀要剐随便你，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说的。姑娘们，把姑娘们给我带走！带走个屁！散开！抓住易丈红那个娘们没有？让他给诱了。
能打探出宝贝的下落，咱们就他妈白忙活了。大哥，那宝贝那么贵重，我看那俩小子不会轻易告诉易兆红的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！绑起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当家的，既然你让东子当你的押解夫君，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哪有这么对待自己人的？兄弟，别乱说。李长红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们家东子那可不是一般人，一把断魂枪，百发百中，叱咤江湖，谁人不服，哪人不怕？是吗？俺倒是听说有个会使断魂枪的，专门惩奸除恶，就是你啊。专门惩奸除恶，倒不至于。只是让我碰到恶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好，是条汉子。算俺于占红小看你了。红姐，咱别忘了正事儿，咱抓他回来是为了问出藏宝地的。哎，急啥？以后就在一个槽子里吃食了，不着急。你不会真相中他了吧？咋？咱身上也很久没有过喜事儿了。俺得让你的叔叔大爷们给俺算个好日子。哎哎，那可不行，东子已经有心上人了。是吗？啊？谁呀？你告诉俺，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是那天跟你一道来的姑娘吧？我不会让你动她一根手指头。嗯，轮不着我动手。你什么意思？她如今落在姚千源手里，吃怕是凶多吉少。姚千源是谁？你不是刚见过的吗？就说自己是郭老爷儿子那个。他不是郭大爷的儿子？你就看他那一身江湖气，就不可能是。这么说，他和警察是一伙的？不仅是一伙的，而且还是警察队队长。哼，这个姚千源，他狼心狗肺，丧尽天良，为了抢那宝贝，他能把他的养父郭老爷都给杀了。你说郭大爷是他的养父？哦，那是以前的事儿，现在他投奔了大地主姚Xisan，是他干儿子。宝贝虽好，可为此杀了自己的养父，真是天理难容啊！实话跟你说吧，那宝贝俺也想要，可是俺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做那些丧尽天良、遭天谴的事儿。李占红，虽说你是胡子，可是你比姚千源仗义多了。是吗？我求你放了我。小云还在他手里，我要救他出来。那不行，他是你相好的，也就是俺的敌人，俺不杀了他就不错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样？除非你答应俺一件事儿。好，只要我东子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你。好，俺要你娶了，在这儿当胡子。大哥，要不你把他交给我，咱当胡子那会儿可有的是办法。我就不信他不开口。等一下，我说。这就对了，快说，宝贝在哪儿？我表舅好像说过，在他家附近的一棵树下。哪棵树下？这我不清楚。他说完就咽气了。大哥，老郭家不远处倒是有一片树林，所有人跟我一起去挖，一定要在干爹回来之前给我找出宝贝。走，走。姚三爷，我又输给你一盘。承让啊！哎，县长大人，我上回托您办那事儿，办了，办了。上来。谢谢。你姚三爷家大业大，没有继承人那哪行啊？
这不，上次你走以后，我派人去了趟奉天，特意找到了当年的御医。这生孩子的方子啊，可是宫里面传出来的。还是县长大人了解我的心思。你们轻点话，别把宝贝弄坏了。快挖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挖个屁呀！快！妈的，郭老爷前脚到家，咱后脚就跟上了，他能埋那么深吗？挖不出来就继续扩大范围找啊！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救我？小云，我是你表哥郭留根呢。表哥？可为什么这副打扮？我要是不这副打扮，姚千源就得把我杀了啊！姚千源？姚千源就是假装我那个人，他还杀了我爹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切都是因为果子楼里的宝贝金狗寒珠开始。真的有金狗寒珠这个宝贝？当年果子楼一把大火烧成了灰，果子楼的位置就谁也找不到了。有很多人逼着俺爹去果子楼取宝，俺爹就一口咬定果子楼谁也找不到了。可姚千源不信呢，非得逼着俺爹去取宝，俺爹也没有办法，只有取出宝领着俺想逃走。可没想到，这个畜生把俺爹给杀了。姚千源是外村的一个孤儿，俺爹收养了他，把他养大。可他却嫌弃俺家穷，投靠了本地的恶霸姚西三，给他当了干儿子。恩将仇报，这不是中山狼吗？哥，你放心，只要找到东子哥，他一定有办法的。是被一丈红抓走的那个东子吗？东子哥有勇有谋，还有一身好功夫，他不会看着不管的。我就真服了，哎，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还能把人丢了。大哥，你消消气儿，哎，这人已经都跑了，你往下想想咱咋办啊。啥他妈咋办？咱这边把人弄丢了，一丈红那儿不是还有俩男的吗？一丈红正缺过冬的粮食，他势必得问出宝贝的下落，明不明白？大哥，这要让他抢了线，咱们可就白忙了。马三儿，哎，你抓紧去一趟黑虎岭一丈红那儿，我要和一丈红做笔交易。啥？姓姚的要和俺做交易？我们姚队长说了，大当家的要宝贝是为了换钱呢，买粮食过冬。只要到当家的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愿意用2000斤粮食来作为交换。你们真以为没你们的粮食，俺们就能饿死是吧？嘿嘿，大当家的莫生气啊。我知道凭你们的本事，
啊，在山里随便打点野兽也能过冬。可我们姚队长说了，除了粮食啊，还有100晌土地。100晌土地？对，100晌土地，而且是经过县衙门批文的。既然姓姚的这么诚心，怎么不亲自来啊？哎，我们姚队长啊是诚心跟你们做交易，但是呢，这为了保险起见呢，咱们呢还是找个地方见面为好。好，那你就回去告诉那姓姚的，把粮食先给俺折合成钱，再把地契也给俺准备好。好，明天早上，黑虎奶奶庙见。我这就回去报信去啊，告辞大当家的啊。哎。哎呀！救命啊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肚子疼！多带些人吧，这样还安全一些。不用，人多了麻烦。可俺还是信不过姚千元呢。就是啊。哎呀，怕啥？那也不是他姓姚的地盘啊。反倒想看看，他能弄出什么花招来。你可加点小心点啊！哎，行。行。走。哎呀，一丈红又去庙里和姚千元会面。看样子姚千元从小云嘴里也没问出啥。要不然？咱们也啊！姓姚的，你要是敢和俺玩阴的，你别怪俺不客气。怎么可能？你看，为了表示诚意。我就带了一个人。钱和地契呢？给俺看看。钱和地契都在这儿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宝贝藏在哪儿了。宝贝在哪儿？就写在这上头。俺数三个数，一块扔过去。好。一、二、三，我的一丈红，你怎么敢耍我？人跟老子玩阴的，他给我转出来！哈哈，姚千元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！是你们？快走！大哥。我咋感觉不对劲儿啊？有蹊跷！给我回去啊！快走！老爷，上回那位游医的郎中不跟您说了吗？这种事和咱们种地一样，您得多种一点，种他个十晌地。我就不信咱们收不到一棵苗。这要是再生不出个一男半女的，我可怎么对得起姚家的列祖列宗哦？这回咱不有了御医的方子了，老爷，
您就等着麒麟送子吧。不好！怎么个？叫西三。这谁家的姑娘？以前我怎么没见过呢？老爷，这和叫花子在一起，像是逃荒的。逃荒的。老爷，您要是有意，要不我给您把她带过来。客气点啊，别让人说我姚西三是欺男霸女。快点，带！快点！站住！哥几个，哥几个，我师傅过路的。哥几个，快点，哥几个，快点！救援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滚起来，滚起来！把杨国坚好了，一会儿送来啊！你好好，老爷。漂亮不漂亮不重要，关键你得能开花结果。你要是给老姚我生个大胖儿子，你看见没，这个家业就有你一半了。哼，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那就来吧。哎，李战红，前面就是黑虎岭了，是你们的地盘，我就不送你们了。等等，今天的事儿多谢了。不用客气，你不也在警察手里救过我吗？你知道，就你这身功夫，即便俺强留你，也留不住。你真的看不上俺吗？那倒也不是，说实话。你一丈红长得也是百里挑一，只是啥？动作，等等，动作，等等。你是东子吧？是，快去救小云。小云她怎么了？小云刚从姚千远那儿逃出来，又被姚西三抓回去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你是？俺是小云的表哥郭六根啊。我知道了，这就去姚家大院救人。不行，你知道姚家有多少人吗？你这么去肯定不行。是啊，东子，地主大院有炮手护院，再加上姚千源的警察队，就他进得去，可想要救人太难了。就算再难，我也要救出小云。哎，行了，要是铁了心要救那女的，俺帮你。你帮我？咋，你不信俺呀？我告诉你，对付那姓姚的俺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从姚家大院正门打进去，太难。这样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你负责救人，俺去把护院炮手引开。哎呦我的，哎，累死我了！哎，这咋回事呢？这是？废物！就你这样还开花结果呢？哼，你比你干儿子可差远了。可臭婊子，你他妈说什么呢你呀、啊？说什么呢？我就说了咋的？我告诉你，原本是姚千源要先赎我，可真是啊，你这个老东西抢先一步！你个臭婊子！你个臭婊子！你，把他给我送回姚家，一辈子也不许他出山！走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呢。宝贝弄到手了吗？啥？还没弄到手？就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来，我养你还有什么用？四天之后就是大帅的大寿，你误了我的大事咱们先不说，大帅要是怪罪下来，你能担待得起吗？啊！干爹，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
总之，宝贝弄不到手，你他妈也别跟我回来了！滚，滚，滚！干爹，干什么？干爹，郭老爷死前把藏宝地告诉了三个人，其中一人下落不知，剩下两人被一丈红抓到了黑狐岭。眼下咱们只有拿下一丈红，才能知道宝贝在哪儿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赶紧组织人打上黑狐岭啊！绝不能让一丈红抢了先呐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你也认识？干爹，我跟你说，有了这个人，咱们就不用攻打黑虎岭了。怎么回事？那既然如此，那就赶快撬开他的嘴呀！把他给我押回柴房。是。你个小丫头片，上回就让你给跑了，这回老子不信你不说实话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老子就喜欢你这种鸡皮嫩肉。不好了，老爷！什么玩意儿不好了？是你爹死了还是你娘嫁人了？刚才来了一群出殡的，要往咱家祖坟上埋人呢。什么？老爷您快去看看吧，炸药都装上了，要炸了老太爷的祖坟，把他们的死人埋进去呢。妈的，这不是反了吗？这不是，竟敢在我老姚家的祖坟上动土！快点集合，支持护院队！是，干爹，干爹在护院队先行一步，我去通知警察队，随后就到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把人给我看好了。看看俺是谁！啊，一丈红！啊！一丈红，你把我们家老爷放了，有事好商量。放了也行，你得问问手里的枪主同不同意。一丈红，我知道你枪准管直，可是我也知道你手里没几杆好枪，我们手里拿的都是清一色的快枪，真要交起火来，怕你也占不上便宜。大哥，坟头那儿就是火了。黑虎岭方圆百里，除了一丈红，没人敢跟老姚家叫板。驾！吁！不好，现在护院炮手倾巢而出。大院可空了，大哥，咱们上当了。这挖坟是假，救的姓秦的丫头才是真的。驾！妈的，老子平生最恨别人危险，来，给俺扇老母猪炮！一丈红，哪来这么多老母猪炮？兄弟们，给他点炮，轰死这帮狗腿子！快跑！快快！快跑！没事，
对不起，小云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咱们这就走。哎，等等，你干什么呀？咱们不能白来，得给他们留点念想。够了够了，咱们赶紧脱身。哎，好嘞。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看来还真是你和一丈红设的套啊！大哥，着火了，快去救火！快，快走！走走走，抓住他！快，小云，上来！断魂枪，据说威力不小啊，可惜你今天没法施展了啊！报告，少爷，老爷被一丈红抓走了，一锤寸火。这么久了，动作都还没脱身出来，肯定被姚晋元抓住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哎哎，你不能回去啊！东子这次就是特意来救你的，他费了这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，你要是再回去，那他不白费劲了吗？早知道是这结果，我是绝不会让你们冒这个险的。你先别着急啊，眼下姚千源一心想得到宝贝，即使抓了东子，也不会要了他的命。咱们还是先回到黑狐岭再做打算。黑狐岭啊，听起来好像是土匪住的地方。我们和大当家的一丈红啊约好了，救出你之后就在黑狐岭会面。姚西三，姚西三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也有落在一丈红手里的时候啊！一丈红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咱们之间有误会。误会？你两年前抢了俺们500晌地，现在翻脸一下子成误会了。俺他妈给你一青子，是不是也算误会啊？只要你不杀了我，我保证，我保证把你的500晌地一分不少的还给你，你看这样行不？放屁！现在知道服软了，早晚干嘛去了？俺告诉你，晚了。红姐，别和他磨叽了，直接弄死这老王八蛋，给兄弟们报仇！你是一丈红大当家的吧？我求你救救东子哥。东子咋了？他被姚新元抓住了。东子没一身功夫。姚，俺知道，姓姚的又玩阴了。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我求你救救他。你就是秦小云吧？对，我是秦小云。果然长得水灵。要身段有身段，要脸蛋有脸蛋，真招人稀罕。放心吧，俺的男人，俺自己救。你说什么？俺说啥了？你说他是你男人？对啊，他是俺男人啊，咋了？哎，那个情况是这样的，东子被警察抓走以后啊，是一丈红救了他，然后啊，然后怎么了？然后他俩不小心掉进陷阱里了，之后发生了啥吧，我也不太清楚，那个还是等把东子救回来之后吧。你当面问他吧。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哎，小云，哎，局长来，小云。
少爷，老爷被黑虎岭的一丈红抓走了，你得拿主意啊。一丈红，我饶不了你。这姚锡三怎么说也是他姚千元的干爹，咱们就来个一命换一命。只要他们放了东子，咱们就放了姚锡三。不行，这姚锡三害得咱们无家可归，上山当了胡子，现在好不容易给他抓住了，绝不能放虎归山。对，不能放。大侄女，姚锡山这小子是鸡蛋掉油锅，贼鬼流火呀，抓住他的把胖溜，以后你再逮住他，再想报仇，那可费老鼻子劲了。是。哎呀，那你们说这人可咋救？东子咋办呢？东子，东子，你心里就只有东子，他是你啥人呀？你这么上心？他是俺男人，你说他啥人？叔叔大爷，虽然俺和东子还没拜堂，可这辈子俺认定他了。这东子呢，你们也都见了，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，请你们成全。那你们这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还没拜堂就成寡妇吧。大侄女，别说那不吉利的话。是啊，那你说咋办？咱们明天就给姚千元送海叶子，就说俺比你强多了，俺们搂也搂了，抱也抱了，就差睡觉了。什么？东子哥他？哎，俺话还没说完呢。玩东，你这个混蛋！大哥。小云，小云，于长红同意去救东子了。你说什么？于长红说服了其他土匪拿姚锡三去换东子。真的？真的。没想到于长红还这么仗义啊。
等等，马三儿，哎，大哥，找几个人把他埋了吧，找口好点的棺材，再帮我多烧点纸钱。明白，明白。走，快！进去。姚金元。怎么，想通了？你刚才说把郭大爷埋了，算你还有点人性。少他妈废话，快把藏宝地说出来，要不然老子一枪毙了你！姚青，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？我知道你嘴硬，不过就算你不说，我一样能得到宝贝。明天我会在镇里将你以通匪罪就地正法，我就不信一丈红、秦小云他们不会来救你，到时候我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宝贝自然就是我的了。姚千元果然够狠毒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死在狱中，也不会让你阴谋得逞。那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一丈红派人送信儿来了。说什么了？他说他要拿东子和老爷一命换一命，他只要东子，不要宝贝。他当真不给我抢宝贝了？他说了，只要咱们放了他的压寨夫君，他再也不和咱们抢宝贝了。这一丈红还真是春心大动啊！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换个路子。大哥，这一丈红对姚锡三是恨之入骨啊，咱不救，这一丈红肯定得死票。姚锡三一死，这姚家的大业可都是你的了。不行，这样一来，天下人都知道我姚千元害死了干爹，还嫌我的骂名不够多是吧？那大哥，你是真准备换人？换是肯定得换，可他能不能回来，那就说不准了。此次黑松口换人，非同小可，为防不测，行了吗？在。传俺山令，立即布置防卫，以防姚千元强闯山寨。是，大当家的。秦小云。好的能耐，郭留根，俺派几个兄弟协助你们取宝贝。哎，好，好，各自分头行动，准备黑松口换人。是，大当家的。一丈红说话算话，你放了俺男人，那就放了你干爹，宝贝俺也不要了。有何为凭？俺这就把宝贝藏哪儿，告诉你干爹。姓姚的，要想活命，赶紧点头。嗯，否则老子一枪崩了你。嗯嗯嗯嗯嗯。那好，一起放人。我的枪呢？给我。快速，宝贝藏在哪儿了？
你说啥？他没跟我说。你他妈真该死了！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！妈的，李长虹，你他妈敢耍老子！你不仁，别怪俺不义。想得到宝贝，没门！姚千远的部队伤亡惨重，暂时肯定不会再攻上来了，咱们先回山。不能放过姚千远。没事吧？就知道发现自己去追姚千远。你怎么这么傻？
为啥替我挡枪？红姐，你咋的了？别说了，赶紧回山。哎，阿顿，哎，哎，大哥，哎，县长带着保安大队支援咱们来了。幸好我让你提前通知了徐县长，否则今天就完了。徐县长，徐县长。多谢县长前来相救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姚三爷呢？县长，干爹刚刚被黑虎岭匪首一丈红打死，还请县长伸出援手，荡平黑虎岭，为我干爹报仇。既然人死了，料理一下后事吧，就不要再大动干戈了。这，等等。嗯。县长，县长，您可否听说过进贡韩州这个宝贝？嗯。想必徐县长也听说过郭子楼起宝进贡韩州，不瞒你说，这就是我和干爹为大帅准备的寿礼。嗯，虽然干爹已经死了，但是咱们可以一起献给大帅，不知县长意下如何？宝贝在哪里？就在黑虎岭一丈红手里。嗯，黑虎岭土匪一丈红，目无法纪，行凶伤人，团长，你说怎么办？为了维护本地治安，保境安民，徐县长特带保安团进山剿匪。县长英明。我在学校里学过包扎，我给他止血。没用了，妹子，还伤着要害了，包不包的都没用了。保安团打上来了，现在咱们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撤出黑虎岭。姐，姚千云他带救兵来了，咱们黑虎岭肯定是保不住了。小老猫在，你和叔叔大爷带所有人从小路撤。那你呢？哎呀，你别管俺，我们赶紧走。大侄女，我们不走，要走咱们一起走。别啰嗦，叫你走赶紧走。都跟俺走，大侄女。你们也快走吧。一起走。饿了，累了。千元肯定饶不了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就真走不了了。啊！他说的对，我们要是带着宝贝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还有个愿望。没了，你说，我一定帮你完成。俺想让你喊拜堂。开玩笑的。走，弟兄们，谁要是
抓住了一丈红，重重有赏，给我打！小云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你想回去救他，可他伤那么重。可他是毕竟为我挡枪才受伤的，我要是这么丢下他，太不仗义了。那咱们一起过去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咱们一起过去救他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再冒险了。把宝贝交出来，把宝贝给我。金狗韩珠这宝贝谁都想得到，就算当年皇帝拥有它又有什么用啊？他们事先安置了炸药，宝贝被炸碎了，姚千元他们都被炸死了。县长，咱们还打不打？一丈红他们本来就不是土匪，再说追杀他们难免会留下口实啊。宝贝也没了，打他们还有意义吗？县长，闹这么大动静，姚家父子死了，宝贝也没了，大帅怪罪下来，那这笔账就记在他姚千元的头上吧。撤。一丈红，一丈红，Xisan，咋回来了？我回来和你拜堂啊。有你这句话就值了，你得记得，你伤红好过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永远记住。
丈红。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我和叔叔大人们都商量好了，等过了冬天，到松花江南岸的双城一带开地种去。俺也决定了，跟他们一起走。别给我保证。小云。我去辽北寻亲，这路途遥远，中间不一定遇到啥事情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有你东子在，我不怕。哎，你俩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，眼里还有没有我了？啊？哎哎，